我伺不了。你别笑。我靠！这个重器真好。餐点老外克里斯，烹饪中国美食。不，释放节奏好了。完了，大哥，我嘴什么麻了？麻了，香哥，麻了，香哥，我不会是过敏了吧？喂，我给你吃，我已经过敏过了。多没事啊，我再试试。真巧，这是什么鸟？鸭鸭，我只听过这牛，也没听过这鸭。用啥吹风机？来吃饭了，鸭种地。嗯，行。二次，这就是鸭。鸭怎么了？我还想吃结果的大肉呢。对不起了，鸭种地。来个嘴巴。啥？光棍酱、巧克力酱？什么呀？这是甜甜酱，你蘸啥啥好吃？嗯，挺好吃的。大爷，快来！中国巧克力酱可以蘸蔬菜，就有蘸酱，没有烤鸭不如人啊！你还会做烤鸭？不会，当然。我刚行，但是我女朋友也在爱吃烤鸭。好吧。面包，面包，你们就只知道面包，不知道祖国有多少好吃的。来，我给你们尝一个好吃的，什么好吃的？等着。这时候鸡腿炸的油条，中国最强，你们尝一尝。那么大油不健康吧？尝一口伺不了。你别笑。我靠，这个重器真好吃。大哥，你接。这什么？咋了？你这小汉堡？放你妈面包！哎，能不能长点心？吃饭了，这是汉堡，这是中国汉堡肉夹馍。哦，汉堡他老爷呀！刚吃过的水煎包，包子还能煎呢？包子能蒸，能烤，当然也能煎了。红油配点盐，包子配大蒜，包子也能煮吗？爸爸说：“妈，你今天不怕中毒了？”这个也是来害怕啥？老婆煮煎饺子，嗯，绝了。哎，爸，老三，你们看哈，我这买菜做饭，您下来也挺贵。老婆酸，你们也吃了，咱是不是该算算了？这算有埋伏啊！老婆酸，老婆酸，估计包子酸了吗？哦，酸了，姐姐。买过来是什么？哇，买的这个不容易啊，是好吃的。大厨鸡，这个你恐怕不敢吃。对，那是个披萨吧？说什么呢？你们点的我去干。好吧，我这就去做。再来吧。嗯，香辣有嚼劲。嗯，离开中国后，肉菜也没吃过猪手肠了。什么？这是猪的肠子？跟你说了呀，这个你不敢吃的。我喝饱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今天的肉网这么多。不错，这是狮子头。狮子头，你疯了吗？少见多怪，找你这么事老婆饼里还找这个老婆呗？什么老婆？买冰送老婆？哎，看你还得好好学。这周我们不这么学个专利，我送的这个包你满意。来，烫着黄瓜丝儿、枣丝儿、肉丝儿、晋江肉丝卷的好嘞。都不用，你不用。嗯，不错。爸，这个卷的怎么样？会找好几了。Nice。都是辣椒啊，吃了这么多。好嘞，看着就不好吃。外表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是内在，懂吗？什么？有肉吗？这可是虎皮酱料酿肉。嗯，现在不夸张多了，外表不重要。哇，这么多，我也尝尝呗。过年连个红包都没给，不给你尝。哇、哦，这肥汁浓汤，来点甜醋汁儿，干点粉儿。儿子，给。哇，谢谢妈。来吧，你先吃。肉酱。来吧，尝尝这香柠。我讲的铃铛。什么呀？这是一种美食，红葱酥脆，三秒吸汁。嗯，这功夫好。那是。没放钱啊？你没说放钱啊？吃饭吧。芋头、眼睛，笑死我了！我不敢吃。有什么不敢的？现在全部靠你们了，是吗？好吃。
里边也装鱼吗？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萝卜饼。萝卜不都是神奇吗？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吃，蒸着吃、炖着吃、炸着吃，全部都好吃。是吗？好吃少，没味儿。这得蒸着吃才好吃。不说吗？你别笑。有吗？我是说蒸着这个劲儿吃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站起来。原来里面在这儿啊。泼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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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泼水太对了。棒哥，这个就有点个分了吧？你们别去了，没有没有领着。你个什么了？儿子，你干啥了？做面，行，羊羊面。我呀，道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么大的面，你懂什么？这也叫苦大面。嗯，没得看，没得看。这表表面最好吃。什么面？你是表表面？腰带面？我喝半天才说口水滴，你们不等我就开始吃了？口水滴？里面有口水？口水滴，口水滴，放点口水才对了。棒哥，这个就有点个分了吧？你们别去了，没有没有领着。你还吃？嗯，老婆病了也没有老婆。别吃了，你说的也没了。老哥，老婆病里没有老婆，那什么病里有老婆？老哥，你弄豆子做什么？做好吃的。这种豆子弄什么？豆浆、豆花、豆腐脑、豆皮、豆干、臭豆腐和都得烤好。哎，还是在中国方便，想吃什么可以点外卖。哎，吃饭了。这是什么？豆子走到东方来了。来了。嗯，这个奶酪真不错。Nice。当然说炸酱面，我们没有黄豆酱，所以我要试一下一个辣椒酱。我们尝一下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哇塞，好辣，这个好辣，我妈妈会喜欢。成功，真好吃。来，刚出锅的萝卜丸子。萝卜丸子，对啊，可香了。丸子好又不是肉的，能好吃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虾丸、鱼丸、豆腐丸、南瓜丸、来糯米丸，中间还是萝卜丸。喂，哎，不唱不知道，萝卜比肉香。不，你感冒了，多喝热水。怎么能喝冰水呢？什么？别吃，吃橘子容易上火。来，我给你削苹果吧。我饿了，老哥，我想吃披萨。别吃披萨了，不健康。我去给你熬完粥啊。等着。道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今天给你们做个中式炒糕。这个也能烤？还能烤韭菜呢。这个还能烤？什么都能烤。这个吗？抹上我这个瓦囊酱汁，靠拖鞋都能吃，就靠牛肉的味儿。还是算了吧。好嘞。你坚持挺撑的，快来尝尝。这只靠着贴钱吧，那么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哥说的靠拖鞋都能吃，就靠肉了来。什么？我是草还丹，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太好了。猪八戒。大哥，你泡什么？茉莉花。茉莉花喝了可以长生不老吗？可以。你别笑。棒，学着点。这个坚持才有灵。200岁，没问题。别。老三，帮我把这鸡剁了。这鸡肉。吃饭了。面包里面土豆都没了，但我做了米粉，太好吃。好吃，好吃才怪呢！你回你吃我，做就做。看来了，哇哦！原来米粉还能这么整，厉害到了！要是赔偿老干妈，那就完美了。什么毛？老人毛？加酱油、醋、红糖、番茄酱。然后把酱和肉放在一起，调成无拌的肉和酱，放在冰箱休息30分钟。开始炒饭吧！炒一炒肉，加葱、姜、胡萝卜、青椒、洋葱、大蒜，继续炒一炒。最后放点青岛小菠萝。通过这个挑战，我爸爸和三弟都学会了怎么用筷子，棒不棒呢？
好嘞，吃饭了。哦，这么多骨头怎么吃？炖鸡补的骨头它不香，一边吃一边吐骨头呗。嗯，这是更香。嗯，下次我帮你罗金。谁弄的？一部手续。啊，你干啥呢？这是我跑了个极价双年三百刀的啊，有赖了，有几活来吧，法下给你搓个澡儿。搓澡儿？对啊，搓完可舒服了，要不然我都不给他搓。你的鼻孔搓大。来，阿桑，法下，小点盐。腌肉啊，这个你就不懂了，在中国腌做奶做红酒搓，醋搓米做卤味搓，圈子多了去了，现在舒服了吧？嗯，再走会儿。我也要，你不是怕疼吗？来个不加盐的。天哪，煮得着？今天给你们做个红烧猪蹄儿。什么？我们要吃？对啊，这里面可是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皮肤好着呢。什么？那可以试试。烧猪蹄儿来了，煮得着。老哥，哎，什么？皮肤好？里面都是胶原蛋白，吃了会让你的皮肤细腻光滑，弹弹弹。难怪中国人喜欢眼睛。嗯，还好我觉得早。一个字，绝。万圣节快乐！不给糖就走了，糖吃多了掉牙。我特意给你们准备了万圣节包子，给。不给糖就走了，你别笑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还是准备糖吧，包子就要三两吃。哎，这些孩子。还是准备糖吧。没了，不给包子就捣蛋。面包你就这么吃？馒头我都两年没吃了，香死我了，就爱这一块。不放点奶酪什么的？哎，老外，馒头配上老干妈不香酱了，不香酱。来尝尝。好吃。嗯，再来一个。你别笑。这个上次我带的。